大家好，我叫李寿生，是一名微缩模型制作师。干这行有10年时间了。这10年大概做了有400多件作品，做的最大的作品大约有20几个平方，小的最小的差不多就巴掌这么大。快男就是怎么样把这几个要素，像长城啊、动车啊，还有我们的这个辽宁舰啊，怎么把它这几个要素整合在一个画面里？这辽宁舰其实都是有这种排水的，当时也是在照片上看的，有这种排水孔。当时我就用的棉花，把它搓成那种小条，给它粘上，就下面也是弄了些棉花，做一些水花的效果，这个处理。祖国繁荣昌盛，国泰民安。下载 N 视频 APP，N 种方式打开世界。